就是要吃饱饱，睡好好，但小心，别以为一年只有一次就来者不拒。算算热量给你看，步步高升佛跳墙里面料多又实在，看了就好想吃。哎，等一下，光吃这一道热量就高达4452大卡，可是年菜热量冠军，还有传统米糕4390大卡第二名，令人难以抗拒的东坡肉也有3132大卡排在第三名。听起来没什么概念吗？这样一桌通通吃进肚，光这一餐就吃了2663大卡，让你胖1.4公斤。这类的食物，它容易引起的疾病会包括肠胃道的癌症、心血管的疾病，还有容易中风，甚至是忧郁症。成年人一餐建议摄取热量是700大卡。过年高油脂、勾芡、酱汁、油炸，吃一餐年菜等于平日建议量的4倍。过完年后，否则以一个60公斤的成人来算，一餐年菜吃下来，够有毅力的话，骑单车要7个半小时，或是快走5个半小时，或是跑步3.7个小时，才能够把这些热量通通消耗掉。记者朱美姿、黄一珍台北报道。